对啊，我印象深刻的，就自己盖一只合帐篷，盖自己帐篷，对，是你盖的吗？我自己吃的哦。你的工作是盖帐篷还是充气？充气。他为什么盖帐篷会让你印象深刻？因为我没有自己盖过帐篷。对，这个是盖帐篷。你印象深刻是因为你可以将一个帐篷从一个包裹里面，然后变成一件物资吗？是我当掉帐篷。然后还有觉得你还有没有兴趣再盖一个帐篷？应该会有吧，然后有。那还有呢？还有呢？来说一下哥哥在味道给你的印象啊。就很会把妹啊。外观一样。哥哥是谁？江博仁。江博仁。就很会把妹啊。认清一下，认清一下。可是看到的时候，旁边都会有，都会说。世文，他在旁边认清。世文一定有资格说别人。还有召唤女人的，还是讲一下说你在教学过程中跟这些纳马校的学生他的互动过程，你觉得怎样？你是当小老师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在教他们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觉得说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我觉得有一些学生就是资质很好，然后有一些人就要需要耐心去指导，都超多的。啊，所以你觉得你算是还蛮有耐心去教导他们，对吧？教的，对啊，另教的，教的。再来呢，在新机里面看到什么，或者是昨天的晚会有玩到什么？刚聊天一下了。刚刚试完了，还是说，中午吃完饭之后，那你有踢足球吗？没有，那你是？你在旁边当啦啦队吗？对啊，那我没有听到你啦啦队的活力。哎，这两天的活动的感想，都很好玩，很好玩。那你有什么学习吗？有学到什么东西？学到什么东西？学习的把妹技巧。像是如果让你一个人搭帐篷，你会不会？不会，不会。摸一摸就好。摸一摸就好。难道搭档我们就是摸一摸，然后摸一摸，摸索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